教你个打人一打一个准的法子，在武艺上打过四个门口，便可以在武行开宗立派，这是200年的规矩。 这是倭寇的刀，不能流传。这是康莫军用的刀。当初你就应该杀了我俩。对夫人和护卫，你为什么要人？大人，倭寇。有秘密。 做个交换，这个棍法叫什么名字？如影如响，生死比的是反应，看咱俩谁更快。